咱的在最近吼，沸沸腾腾柬埔寨的事件吼，我想问一下，柬埔寨我们彰化有没有人员去柬埔寨而失踪的人口？有没有？朱小花，请局长答复一下。谢谢议员哦，跟议员报告，目前我们接到的报案有九件。有报案的有九件。对。什么时候报案的？大概都是最近报案的。他们就是九件是失联的。那目前我们彰化，因为全国我无法度去关心甲全国，咱彰化县还阁有偌济人口留伫迄个柬埔寨出国？出境柬埔寨的部分哦，就是警政署有交查的，出境柬埔寨的人数我们是214个，在彰化县。对，那这一个部分都已经清查完了哈、哦，那所以总共只有九个有问题，就是九个，对，九个失联。对对。那现在我知道说疫情比较缓和了，你们都有在办一些治安座谈会，你们有把柬埔寨这个受骗这个案子列为说广为宣传，说叫我们说天下没有白白掉下来的午餐啦、啊，台湾都没地赚吃，你去那些落后的国家哪有可能说人几万几万几十万要请你，是不是你有把这个列入先导？尤其是咱彰化县是农业县啦、啊，啊，有的人早上我电视一打开，有人利用说啊，迄妈妈都足辛苦的，啊弱势，然后摕五万块给伊，给伊，甲讲恁后生对我来去吼、哦，对我给伊办去柬埔寨，伊一定吼、哦、会过了真好，赚真多钱。你看，你看，利用照顾人家的爱心来犯，来犯罪。咱彰化县足多弱势的团体。如何去预防这一些？有报告议员，我们都有全面性的，请我们所有的同仁啊，利用各种机会来做宣导。各种机会啊，宣导，是不是讲恁有感觉要去这个国家，路过这个国家，因为即马都发生遮侪代志。如果要去，是不是会使讲甲咱警察局这边联络看卖，讲通去无？真正嘛有人是去做生意啦，啊，真正嘛是有的好的啦。但是咱看到安尼时，情何以堪？咱的被性侵呀，任人宰割，女生被性侵，男生被割器官，你听了会怎样？对不对？所以警察也要麻烦你们，麻烦恁，甲咱彰化县民照顾好，咱卖阁受骗去甲迄个落后国家，讲为着要赚较侪钱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别人都赚无够啊，哪有可能着甲咱台湾？所以讲，你即九个。咱看有法度想办法，甲这个九个的家庭是到底啥款，咱留啊，搁家协助一下，无因嘛做慌乱。九个去那边都是我们彰化的子民啦，对吧？我们警察机关一定会全力来协助。以上啊，好，谢谢。